只带20本来哈，啊，20本认结金。那如果说上完了，就要能够放到原位哈，那不然的话，大家都拿走可能会不太够。好，我们上到2-2，我们念一下哈。这个时候呢，不用提例了哈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，大卫菩萨摩诃萨啊，就对这个佛就说了啊，世尊，唯愿为我说心意意识无法自信，还有自信相众妙法门，哈、哦，要讲那个心意意识无法哈、哦。那我们把这个心意识无法，大概把它讲一下哈、哦。佛陀讲的就是说，我们第一个在想无法，我们心意识里头有一种无法在啊。哎、哦，那个这个笔比较浅哈、哦，那比较深的哈、哦。好，无法。无法，第一个什么？无法就想，就宇宙是一个相，万象啊、哦，宇宙有个万象在，万象之后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人啊、猪啊、猫啊、狗啊、房子啊，好、哦，我们看的都叫做相，万物有万象在。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说，宇宙里头第一个有一个相在，有这个万象之后呢，第二个就我们为了这个万象，我们就把它取一个什么，取一个名字。我们叫人，但人还有不同的名字，我们全部叫人的名字。那你叫做武顺尧，就取个名嘛。我叫陈文宪啊，叫做蔡平和，就这样。所以有相一定要有名，有名之后呢，就会产生怎么样？产生什么分别？分别，那这个分别叫做妄。这三个法里头啊。众三种法叫做生灭法，生灭法里头所说的什么叫生灭法，就是有相之后呢产一个名，而有这个名之后就产生了妄的分别，这分呢他是有钱人他是没钱人啊，他好命他不好命，他是猪我们可以吃的啊，这是鸡鸭狗我们都有这个相名，因为这个叫做生灭的法。那这个生灭法是我们轮回的根本法，世间的生灭是一个轮回根本啊！如果你在相里头，在名里头，破不掉你的名，也破不掉这个相，也破不掉你的妄，你一定要注定轮回于世间的，这个轮回六道轮回去了。那如果在这个无法中想要脱离轮回呢？第四个就要修什么？修正智。哦，正智啊、哦，他讲正智，正智。什么叫正智？真正的智慧，远离这三个话，能够懂远离这三个，就是修正智，八正道的智慧。能远离这三种的话，你远离并不是说我不要它，是我的心意、心意还有意识，意识能够远离就好，因为相还在啊，但我的心不要去执着。不要去贪爱，懂得远离，这样就可以修正智了。然后进一步修到第五个叫什么？如如不动。那从第四个、第五个，这个叫做修的法，那这个叫做出世间法的修行，可以解脱的，这个可以达到觉性的解脱。所以我们第二他就讲，很多菩萨在讲那个无法的时候呢。这个人家讲第一个就讲无法，就是说，但为我们讲心意是无法，那还要讲这个第二个是什么？善心，善心我们有三个自信，哪三个自信？第一个什么自信？依他觉性，第二个什么性？片计执性，还有片计所执性。第三个性叫什么？缘成执性。实性。这两个是虚妄性。什么叫依他起性？我依某某人生活，我依台湾生活，说我爱台湾；我依大陆生活，说我爱大陆。我依湖南生活，四川出生，我喜欢湖南。那湖南跟四川都不同了，依他情，然后有时候斗起来说，我湖南帮啊，你是四川帮，就这样。依他情会造成一个怎样？偏计所执。
对，我是我父母生的，但我爱我父母就不爱别人了，很简单，因为我是父母生，但我爱我父母啊，但是别人父母跟我没关系啊。一搭即会产生偏计所致，这两个性是一般你宇宙去看都是这两个性，啊，哎，我是台独，我爱台湾就弄台独，一搭即性，偏计所致性都是我就讨厌大陆，啊，对不对？很这样，那这个万物的里头，你看每一个万物都会造成一个一搭即性跟偏计所致这两块。这两块之后呢，如果能看破它，远离它，你就可以修成什么？圆成实性，众生平等，都是圆成实性啊，你就达到佛的性，这个叫做三性。他说这个也要去懂，菩萨要懂这个的三性法。那你怎么从依他行跟偏见破掉它，去修成圆成实性，看你的功夫。哦、啊，第三个叫修什么？八识。八识我刚才有讲过了。对不对？那就不用再介绍了啊！眼、哦、耳鼻舌身意，还有阿莫那识，还有阿赖耶识。如果转世成智，那如果怎么去转这个世，是怎样成什么？成智慧，如来的正智，成如来的正智。不懂得转，那你是在八世心里有去轮回了。第四个要修什么？啊，懂得两个无我，一个叫什么无我？二无我。二无我是一个，这是什么无我？第一个是人无我，第二个是什么无我？法无我。人无我可以修成怎么样？六根清净阿罗汉。阿罗汉修到最后的，修到人已经无我了，所以他没有贪嗔痴爱了，他六根清净了，他已经达到人无我。但是他有没有修到法无我？没有，因为他有什么？有得到，我得到啊，执着一个法，我得到啊，我涅槃啊，我得到涅槃。所以我涅槃，我地得啊，所以他法哈不能破，因为他执着一个法，你懂吗？执着我得到了，我涅槃，我清净了，我六根了，我不要轮回了，所以我为什么来世间？我不要了。那你们是你们家倒霉事，你自己不修嘛？我已经修禅来了，人无我，他达到了圣者的境界，叫做尊者，阿罗汉尊者圣界。但是他能不能行不达到？不敢行菩萨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怕再堕落生死，哎，再轮回，所以他六根清净，他远离了世间，远离了这个三界火灾啊。但是呢，菩萨不一样，菩萨能破这个法，因为二的话有一个净跟垢的差别，还有什么得跟失的差别啊？我有成就了跟没成就的差别。所以他有这些差别的时候，还有生死跟什么差别？涅槃的差别，因为他已经被涅槃了，他不要再生死了。那但是菩萨呢，把答辩的一如了，一如什么一如？这个法是一味的，上下是一味的，高下是一味的，真解是一味的。他进入不二之后，破到那个法，破到那个法之后，他去修入世，从出世之后进在入世，在行菩萨道这些，最后去成佛了。那成佛之后，他说。叫做人无我跟法无我，那这个法无我里头最难破的，就到佛才能够叫做这个二十永尽，永远就尽掉了。因为我们有二十，一个叫什么时？叫分段生死。轮回来人间一定要有分段生死。第二个叫什么生死？变异生死。变异生死跟凡人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变异是有思维想的，如果我做个事业，很挣扎，很痛苦，很痛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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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我事业不要了啦，我去修行了。那这个观念叫什么？变异的生死。那分段生死是一个出生之后到一个过程死掉，那就分段生死。那这个变异生死的念头是讲心念的，心念还要挣扎的，这种心念还有我们在打坐中有念头在，那个还有变异生死。所以呢？修到除了佛以外，他可以断这个粮食。如果到弥勒菩萨，有没有断这个粮食？有。没有。弥勒菩萨还有一分的无明，这说无明，这一分的变异生死无分。三或二十早生。对，那是早消融，早消没有代表他有，因为到了佛才叫做永断二十，因为他还要度众生的那个念头还在。不能有生有，还要度，因为他愿意没完成，虽然有一米啊，就是很辛苦啊，那怎么度啊？他有那个变异生死啊，他度了，但没有度，还有那个变异生死在，那这变异生死是一个维系的，
所以他有一分的无名的边际生死，虽然很高了，到了等觉了，但是因为他没成佛，成佛之后这个都全部断掉了，所以叫恶识永断。那这个的边际生死来自讲法无我的都断掉，这个人我是断的，人无我是断的，阿罗汉的分段生死，所以到阿罗汉之后不受后有，分段都是已断。但是呢，到法无我的时候说边际生死要全部断掉，这个法无我，这个如果在弥勒菩萨还有一分的法无我无明还在，但是只有佛才叫做全部破掉啊，这个也要了解这个的想法。所以无法三性还有八识还二无我，是一般菩萨道要懂怎么修的，都一切了解他的啊，这叫做四门。我们这个8月4号跟5号要去9华山哈，想要报名的自己来我们这边报名哈。8月4号、5号2天哈，啊，多少钱的话呢？先报名之后来我们这联络也好，或者你认识人给他报名哈，我们会一起去哈，派游览车去。还有没有笔？没笔啊，看这个有没有比较？啊，反正这一支好像不太有水，不太够，会黑色的比较好写，红色的不好写。蓝色不好写，写蓝色看起来不太清楚。哦，这个黑的或蓝的都可以。这个，这个，好去不？啊，好，可以。啊，哎，这个断掉哈。那我们了解这个无法三智性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哈。说唯愿为我说心意是无法自性相，还有众妙法门，这是一些佛诸佛菩萨。入自心境，离所行相，进入我们自心里头的境之后呢，离开了我们所行的一些众相，把它离开，去修行成菩萨道，成佛啊，称真实意诸佛教心，这个才是我们修的真实的意。真实意这是怎样？这是第一意，第一意心，也叫做究竟意体。究竟的议题，就是我们达到要去追求佛的心的那个破掉恶法的那个的第一心。诸佛不是这样修的，所以他说一切诸佛菩萨进入自心的之后呢的境界，产生出来的境界之后，他离开所有看的相，他远离那相，而心得到自在如如，因为心是不生不灭的。那这个相呢，会让我们产生贪爱之后呢，我们这个不生灭的本来如来会变成怎样？变成阿赖耶识，变成被这个七八识转走了，变成妄起妄。好，这样了解吧。所以呢，这个佛菩萨知道这个的话，从自心境的理所形象，称真实义诸佛教心，唯愿如来在这个山中啊，楞伽山呐、啊，山中诸菩萨众呢，随顺过去的诸佛演说藏世海难法身的境界。藏世海难法身哈，那我们就了解什么叫藏世海难的哈。那这个海浪的本身，刚才我们有讲过了哈，海浪是一波一波的海浪，对不对？一波一波的海浪。那这边是怎样？这是藏，这是世。好，这了解哈。藏跟世是一起的，因为是波浪也是水，这个也是水。但是如果这个起波浪为主的话呢，这是尘世间的尘相，它像那个波浪一样，风吹波浪起。那我们看世间尘相，一看这个尘相，以追逐这个尘相为主体，你这叫做妄心，分别妄心。那如果你能够远离这样的东西呢，以这个来看观察众生，来看它一切相，它是生灭，而你不跟它生灭，你让它自生自灭。但你看的生灭，你不会起动摇。那你就是在藏里头得到了如来佛的如来心境，这样的话很容易得到如来佛的心意去修，啊，那这第一心就这个意思哈。那唯愿此山中诸佛菩萨能了解演说诸世藏海法身境界。好，念一下。其实大慧菩萨又对佛说：“世尊，请为我等说心意。”意识及无法三分自性等众妙法门，这是一切诸佛刹入自心境界，以所行相之真实
心，但愿世尊为此山中之诸菩萨，随顺过去诸佛演说诸子如来藏式法身境界。好，那我们要了解藏式法身境界之后，我们就要去修这个法身境界哈。尔时世尊告大卫菩萨就说了，有四种因缘，你的眼识啊被转走了。我们要听前眼耳鼻舌身心讲，那说有四种因缘，那你眼睛的事转了，那怎么讲？第一个何等为事？第一个所谓不觉自心现而执取故，你不觉得你看的这个相之后，是你的如来心现出来的，你的如来心现出这个相给你的，但是呢，你去执取啊，执取之后产生什么住啊，生灭生住灭啊，本来是你如来心现出来的之后。你贪爱他，你就一直抓抓抓抓抓，要去结婚啊，要生啊，大家都这样子啊，大家认为很正常啊，所以就轮回去了。那你这个如来藏有没有去生，有没有产生生灭？他没有。但是我们这个怎样，四种因缘让你产生，就是不，第一个你没有发现你的自心现出来的这个如来藏，现出来这个东西之后呢，它现出来的好像电影一样现出来哦，你就要不要去执取，因为你执取原因。所以说你执取，而无始来，我们取着于色，胡家看到色就喜欢，男子看到女孩就喜欢，你等到转到女孩子看到男子就喜欢，所以我们无始有这个习气，虚妄的习气的原因，所以你怎样取着于色啊？拿破仑还去找奥因呐，而且哈，还有那个猪哈，猪公在找猪母，啊，羊公在找羊母，啊，这个就是无始劫都有这个习气在。阴要去找阳来配，啊，阳要找阴来爱，啊，就互相揽在一起。那这个是你无始劫就有这个熏习，所以你这个灵的种子啊，阿赖耶识哈，跟那个意识种不就有这样的分别在，所以你就会贪爱它。所以无始时来取着于色，虚妄习气故。第一个，你的阿赖耶识本性是这样的，看到就喜欢，哇，这男孩子看到女孩子漂亮就喜欢，你的事里的阿赖耶识本性就会这样。第三个，你阿赖就是这样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一本是看哦，就是你不要着迷了，那是阿赖耶识的作用。对，那时候因为看起来都大家看看那个什么，想看一些什么比较那个过瘾的啊，或者什么养眼的啊，或者那是我们的这个习气，因为阿赖耶识本来就有这种习气在。好，他第然后第四个，乐见种种诸色相故，哦，很喜欢看一些色相，啊。去看一些啊，我们没有去九华山，去九华山看一看。哦，我们要进来走一走。哦，花钱也甘心。哈，哦，没有去那个张家界看看也就过瘾。哎，我们无始劫就对种种诸色相故很喜欢看。对，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无始劫的一个乐见状，因为这四种的因缘，所以呢，因为大会以这种四种因缘啊，所以呢，阿赖耶识就像瀑流水一样。哎，就像那瀑流啊，一直流不停，你就是那个习气就在那里啊。那阿赖耶识如像瀑流水的话，就生长四障，像瀑流一样生长这个四障出来了。好，所以如眼识是这样子哦，耳鼻舌身也是这样，意阿赖耶都是如此。在于一切的诸根围城，任何根的围城、毛孔的眼等，有时候转世。慢慢转，慢慢转去，还哎呦，是顿生的，顿跟转啊。有的时候我慢慢的，哎，到最后慢慢喜欢，有的时候马上喜欢的，好，一见钟情是顿生的，跟你相处的三个月就喜欢上你，那是转世的，慢慢转的。所以说，譬如明镜现众色，常常我们一个镜子现到这个颜色的话，是见生，或是马上看到就是顿生，或者慢慢生。所以我们的习气是这样来的。犹如猛风吹大海水，心猛风吹这个大海水，然后这个心海一耳，境风境界是风吹起诸事障，相续不绝。我们这个念头是这样，完全这个相续不断，就妄念为什么会那么多？因为妄念是本习气的原因，久了哈很难断。好，念一下，把它念一下。其实世尊告示大慧菩萨及诸大菩萨说，有四种因缘而眼识生，一者不觉之外境是自心之所显现，
而希望分别执着二人从无始以来为色之妄想所迷惑熏习，三者视之自性即在于思量，了别四者的喜乐见诸色相。党大会正是由此次缘，故是藏事大海真言也是诸事啊，眼也是这样，耳鼻舌身诸事也是如此，于一切根尘毛发眼等诸转识顿生，譬如明镜一照，众色相顿时显现，或见身如风吹大海，波浪随着升起，如来藏心海也是如此，外境风吹诸转世则起，造业受报，生死不绝。所以是风动还是棋子在动？心动，是奴者心动，是这样。因为我们这个习惯呢，就会让这位这个心很容易动到哈，这是因为由心产生出来的。那心的话，你说什么动是心在动，其实跟外境都没关系哈。好，再来。